佛啊，因为伊就不傲的伊的分组啊，心呢起着真方向真烦恼，所以伊会晓去亲近佛啊，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，佛陀呢会当向伊解开了心的烦恼啊，就是呢叫伊爱好好向三宝求忏悔，唯有呢三宝佛法经啊，佛法呢会当他上主在世，有法度呢在这个精神理念的感悟中啊，何以呢烦恼啊，安尼呢会当他解开。所以释迦梵音真欢喜，赶紧啊向佛啊求忏悔，同时呢向佛虔诚求皈依，所以如是定彼经教所明啊，即是皈依，故彼忏悔实力灭佛，这就知啦。亲像这种呢，释迦梵音。这个五衰上现的故事，或者是呢福尽啊，那福至吼，伊的福啊尽啊，迄、那个福啦、啊、灾祸呢马上到位，真的在经典中啊，实在呢是足多吼，所以呢就是如是定彼吼，意思就是讲，都如是。这种的代志吼，真多，伫经典呢真清楚，甲咱讲嘛吼，这滴佛经呢，真正是真多的故事，唔只是经中呢人的故事，其实呢，伫咱的现实中啊，人的故事都真多哦吼。伫现代呢，组织内底啦。咱都比比皆是，会当看到讲哦，这种的天人啊转变呢，那就是五衰上现福尽呐。有的呢，过去有了迄、那个因缘呐，得到人间呢生命中的贵人，所以呢帮助因。你看，偌年真侪人已经呢到立啊。在我们这个志工的行列里面，他每天都很快乐的，这就是富和贵，到底我们要往哪一个方面走呢？虽然佛经里面比比皆是，其实在我们人间也是，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类推，我们就知道忏悔失灵灭火，咱也要忏悔，时时忏悔，警惕家己呢，咱才袂搁在中风呢，搁做罪作业。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呀，爱会晓多用心啦，吼，也那无呢，唔知是虾米时阵啦，迄个五衰上现，那就是苦不堪咯，吼。时间累积功过啦，吼，为善好施，成天得福啦，那是地久善改，这上重要啦，会当自在得地吼，那福如天人，福也有真机，所以咱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